要加油，这是一个成绩过关，恭喜恭喜恭喜！谁是什么等来着？让我看一下。哎呀，真是小孩真是优秀啊！恭喜恭喜啊！非常激动，感觉十几年的努力总是得到了回报。高考是考了那个648分，因为自己从小就有个梦想，就是参军报国。我们家还有一个双胞胎的哥哥，他报考的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。过几天我们家将会又迎来另一份通知书。对，我的两个孩子，一个报了警校，一个报了军校，希望他们为人民服务，为祖国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。